部下背囊，全速前进。 目标排序，。方向距离270米。 孙子和陈光就成了他全部的希望。他像培养儿子一样培养孙子，但是，他还会不会把孙子送进部队，就是一个未知数。 是。
祝贺你！你中文这么好，我母亲是华侨，从小就教我。很开心有你这样的兄弟，下次比赛我一定赢你。我等着，希望我们除了对手之外，还是兄弟。好兄弟。